作证了以后呢，不代表毕业哦，因为现在才开始呢，要发大心立大愿啊，现在开始呢，要挑起了责任。你们胸前呐、有挂着佛心十字，看跟师父的心啊要贴在一起，要想思之情呢、要融化在此际呀、风照心。
长情，是昏昏牵引啊，引古往今来哈、哦。我们总是呢，大爱寸寸铺啦，长情呢的昏昏的牵哈、哦，把它牵过来呀、啊。50多年哦，都、就是安呢，滴滴坡，滴滴看哈、哦，安呢看过来，这就是成正戒定慧法脉传承，信实法无漏，要宗门巩固。我们一定要需要呢这样的大爱长情，这是今年呢、啊、要给大家的方向。四法虽无量意。